这是今天曼哈顿大街上无人的情况下，法治社会、法治基金一整天的对外捐送口罩、手套、洗涤液，一车一又一车的。到了这一整天，到了现在了，王艳平和同事们还在办公室，在给战友们打包口罩、手套，往外再寄，准备到明天为法治社会、法治基金再对外捐东西。整个曼哈顿大街上，法治社会法治基金的办公室是忙碌的，24小时。王艳平还有我们的同事们都是一句话：发对一个口罩可能救全家，啊！而且对整个曼哈顿的警察、公务员、医院，我们希望能把更多的口罩和消毒液发到他们手里面，树立中国人真正的形象。我们告诉每个人，这是中国人，很多捐款都来自中国人。所以说，我们感恩美国，感恩美国政府，感恩整个美国社会，感恩曼哈顿，感恩所有的无私的人员。整个曼哈顿到处啊，都充满了互帮互助。这就是有基督教徒、有宗教信仰社会啊，才能做到的。